吓死了，吓死了！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玩得好，玩得好。没错，下面一团鸡腿。沙很大，莉莉那边有点太难了，但我觉得他咬尤莉再咬的死一点，而且 Vivi 刚有聊爆，因为 Vivi 刚问说 Tommy 怎么死的时候，尤莉说被你杀的、啊，可是那边就对啊，那边发言就错了、啊，他说杀的是小花，因为只有我们四个人进去啊，可是没办法，刚好死的是我，可能走太前面了。哎、欸，吉祥完全消失啊！没办法，傻笑。敢打一个配合、欸？秀，敢直接要秀完嘞、欸！小光来得及吗？哇靠！太快了吧！太了吧！太了吧 ！Everybody dies！ 操 ！DVD DVD 秀秀秀秀！我刚看到鸡腿了，但我没拍到哦。我也是看到鸡腿没拍到，然后 Vivi 感觉超怕我的，我操！我知道你后面被砍死了，你还是头也不回冲。啊，好爽哦！笑死了，真的笑。我去，我这把真太快了，这把太快了。看到我跟看到鬼一样，我绕他两圈，然后我被砍死了，他也没回过头。你们先玩，我改个标题。反正你十五等之后就可以了。反正你十五等之后就可以了。我发现的好快耶，那个仓库吧，就是原本那里走出来的那个房间。OK， 你冲一开始冲出去有谁？高速。我看到里面有那个绿色走出来，我的在里面。对，你砍的，不是我砍的，不是，大家都在上面呢、欸。那你让我问你，你觉得是谁砍的？我觉得是干嘛干嘛？是自导自拍？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我觉得这里是吉祥王，你们算有没有吉祥王？我看着你走出来，来的尸体，我小心怎么不拍？先举办，先举办。啊，这太废了，真的，这太废了。投交牌，交牌，交牌。干，你们是直接示范最完美跟最差的各一把，是不是？你真的是小丑哎、欸。我失误了，没有，我要趴着嘛。看你们前一把两个人，好丑哎，这哦你们前一把两个人演绎丢脸哎，我还开心了一下。干，为什么每次都是我、啊？干前一把两个人各刀一个，然后关门紧急任务，然后再秀再秀。干现在砍一个人直接被看到，直接秀爆，直接秀爆。刚刚还有一个人还在上面发呆。我是 Go Big 哦 ，Go Home 战队。我们积极度打很高，对。Go Big 哦 Go Home。我们要嘛及早下课，要嘛 Go Home Go Home， 我们 Go Home 是吧？给大家多一点游戏体验。太秀了，太秀了！你怎么不跳地洞啊？你怎么会直接走出来？你怎么不跳地洞？我觉得有点乱。旁边不是有个洞吗？可能太开心了吧，没想到有个人直接这么白 K， 然后就走出去了。
然后他也没想到有人会走进去。跳谁？跳谁？我我我我。啊。秀。无能旁观的。你直接放弃抵抗，别放弃，我帮你抵抗了。哎，瞬间。太突然。不想让你的好朋友太累了，对不对？太难了。我真的太累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放弃，我本来只想故意嘴你一下，然后你就真的放弃了。你还。啊你那你没有了，我不想要，就是一开始就双双不咬的局面，你真的找了？厕所一下，你好好，等你回来，等你回来，等他吧。嗯，可以等一下。双双不咬了，结束谈完。你自己也忍不住笑一笑出来。我觉得好丢脸，我怎么会打成这样？你怎么会砍这种刀？脸很红，是不是？你知道刚刚发生什么吗？我砍完出来，我看到花花走过来，我说，我心里想，拜托不要进去，拜托。哎、欸、啊，你没关门哦？没有，我就失误啦，我就整个大失误，然后我心里只能那一瞬间，我只能祈祷，拜托你不要进去。秀秀秀秀秀秀！我觉得你跳走，我还可能不会说是你，直接走出来。其实跳走应该蛮难爬，刚刚好多人出去再回来了。嗯，为什么会？干，那个房间真的很棒哎。其实刚刚有一把，我那里咬，我没有那么蠢，不会走出去，这有过吗？嗯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但是时间差太快了，对不对，花花？你觉得你会信我吗？没有，就是不会变成这样就票你啊。你也只能这样。对啊。嗯。那你最少这一轮不会死嘛，然后下一轮对你的狼多做一点事。对啊，就被抽出去帮你狼做身份，你给自己咬人。对啊，那花花你觉得我那里没有机会咬，说我没看到尸体。你可以咬我自刀自拍、啊。你只能咬他自刀自拍，你没办法咬没看到尸体、啊。因为时间太近了是吧？我知道可以咬自刀自拍，但我觉得那边也没差。你如果不咬他，就会变成大量盘的，然后就盘谁是走没有走出去的啊，没走出去就没嫌疑，然后剩下的人嘛，是吧？那很难不出道。样盘没有，因为你刚才有讲一句话让我放弃。你说大家都在上面，那我就想说，我本来心里有想要走刚刚我说的，可是你说大家都在上面，那很多人在上面，你们那个是、啊、那个刚开画面，就画面还没出来，应该就在冲。哎、欸，你真的很厉害，看到我们两个是狼，你瞬间把我那个很无聊的情绪打到最高点，然后一分钟不到，马上像个小丑。瞬间又到底点，我好像就是小飞车。看到你的时候好开心哦，兴奋了一下。啊，够够了。